去每个太祖跟他都说，拜托你了朋友，拜托你了朋友，好，你去。红色他是卖西瓜的，卖火龙果，可能他摊位是红色的吗？有没有这种可能？你不是说你敢说吗？你说呀。当然敢啊，我觉得肯定他在里面也占好机位。哎呀，你好聪明啊！有没有可能是档口？档口的号码？川渝国航？有可能。可是他不是个姐。确实，他是个哥。这也是川渝国航。嗯，这个是个姐。好像不是吧，感觉眼神有一点陌生。你干嘛？你不是说你感冒？你不是说你感冒？感？我在看看。这15块钱一斤吗？什么玩意儿？姐姐，你知道那个拜托你的朋友吗？不知道，没关系，谢谢啊。好，开。